要介绍的是弹性极佳、口感清爽的凉拌海螺，香 Q 滑润的螺肉是越嚼越香，这种充满鲜甜的海鲜风味真是一绝。这个如果配饭的话，淡；下酒的话，刚刚刚好。来喽！嚯，冰果凉拌海螺，赞呐！赞呐！赞呐！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，我们是姜大叔请客。耶耶耶耶耶！我们这个节目啊，其实我每次来这个，我曾经也想很幸福。怎么说呢？其实我们这个除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啊，我们做的那种这个过程在享受之外呢，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相处啊，工作那个气氛，对，其实是相当的融洽的。对，好像不是在棚里面录节目，对的，好像不是在工作一样，在家里请客，真的是姜大叔请客，对，对，有时候我们大家会开开玩笑啊。对，我今天就听到一个笑话，什么笑话？我们有一位啊，我们讲的是职业病，职业病，有一位资深艺人，像我们这个像在拍的现在的摄影机啊，对，他如果是拍到哪一个摄影机，我们有四部啊，对，它呢上面有一个红灯呢会亮，灯亮的话，灯亮的视线就对。对，我们这个视线就会转过来了，对。然后呢，有一个资深的艺人呢，他就讲，他也是得这个职业病了。有一次经过十字路口啊，一看到红灯亮了，脸就转过去了。这是我们圈内的一个笑话。为什么讲到这个呢？因为啊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啊，我们常常会介绍到，韩国的主菜是什么，它的饮食习惯是什么，文化是什么，有时候会提到的是它的点心是什么，然后它小菜有种类很多，可是我们很少啊介绍专门喝酒的所谓的这个菜酒菜的啊菜肴，这个很少见到。今天喝了一点酒的感觉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介绍这道菜呢，其实专门呢下酒用的。下酒用的，它不是一个端上桌子这个吃饭的时候来吃的东西，就是准备的，请客下点酒，对，吃饱了以后呢。配酒的时候想，但是总是要有一点配菜，加酒菜，这一道是非常好的，非常很贴心，我就很喜欢吃。你听到了吗？你准备这一道，请你老公来，我们晚上小酌一杯，小酌一下，情趣就来了。对，来了。今天要介绍什么呢？海螺。我现在手上拿的是海螺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要拌的是凉拌的海螺。凉拌海螺需要的食材有海螺、高丽菜、小黄瓜、洋葱、青辣椒、红辣椒、蒜泥、辣椒粉、辣椒酱、糖、盐、芝麻、麻油以及葱。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海螺，主要是因为它的食材啊，它很容易取得。那我们因此啊，没有买那种生的海螺来煮，对，其实那样做也是一种方法。对，可是为了取得更方便呢，对，就买罐头装的海螺来。那我们这边的海螺啊，罐头里面它有粘性的，对，就把它冲洗掉，把那个粘的部分呢给它冲掉。如果你喜欢吃更新鲜的话，就去海边呢买那个生的海螺。把它煮熟啊，烫过，煮熟一点，烫熟就好了。对，烫熟就好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主要的食材，凉拌海螺的海螺。好，今天的主要的青菜的拌料呢，对，就是我们要用高丽菜，不是大白菜，对，不是大白菜，高丽菜的部分。沙拉或者那些大部分都用高丽菜来，因为高丽菜不容易那么缩水，然后它有那个清脆的感觉，口感很清爽，对，口感很清爽，所以用高丽菜。好，高丽菜，现在我要做什么呢？我们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步骤。
着呢，我们先切这个蔬菜好了。啊，蔬菜的部分先把素的先把它处理掉。处理掉。好，这里有一点点。切多大的？多大块？差不多，因为我们今天吃全部都是切丝切片哈，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切小块小块就好了。小块。因为也我们不是切丝喽，不是切丝，块状性，但是不要那么大口就对了。我们切的快，但是它就会变成片了嘛，因为它这个就是一片一片。你觉得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哎，这样子，哎，差不多这样子大小好了，好吧？可以了。好，哎呀，因为它等一下还是会缩一点水哈。好，洋葱也是。洋葱不要切太多。也不要切太多。对，一点点这样子，好吧？可以了。可以，洋葱一点点。因为有葱的关系哈，即使韩国人呢，他是真喜欢吃生的洋葱。它有些菜啊，就是专门生洋葱来配。对，生洋葱。那因为有的时候生洋葱有那个呛味、辣味，所以你淋一点醋，哎，就可以解到这个辣味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是淋醋。所以说吃生的洋葱的时候，你淋一点醋，哎，淋或者淋上去，淋在上面，这样吃的话就没有那个呛味了。哦，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淋醋呢？我们现在我们今天不淋醋。好，那这个是因为不是这样子那种吃法的关系，我们就把它切成切丝喽。对，切丝。好，来吧。姜育恒很会切菜哈，这是有由来的。啊，我算会切菜吗？以前太穷了，一定要干活。对，一定要帮忙做家事。对，一定要帮忙做家事。餐馆也要帮忙做，哎，有的时候厨房师傅不借了，对，就换我来在那边。对，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厨师，但是还可以用几派得上用场就对了啦。做个小助手，慢慢弄吧，有个样出来就好了。这个也是葱丝就对了。对，葱丝就好了。葱丝。这凉拌的东西，叶子放一点点就好了哈，也是给它切成丝。OK。说到这个姜育恒啊，我们也之前也有谈过，那不是你谈，是我谈，因为他永远不想去炫耀他是一个什么歌星啊什么的啊。但是对姐姐来讲呢，是我的荣幸啊。哎呀，我有一个这么会唱歌的弟弟，我好高兴。然后呢，也感觉说，如果说我们的父母都健在的话，那该有多好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最近啊，哎，我这个有一阵子开演唱会啊，是别人告诉我的笑话，我把我听的时候，我把我笑的。在光州市光山区内的光山结绳比赛，是由东西两队青年各自背负着一条结成圆形的绳索，互相推撞以决胜负。此外，尚有拔河、摔跤、农乐演奏等传统民俗游戏。此结绳比赛目的不在胜利，而是所有人的团结，主要是激起大家对光州的向心力。我这个有一阵子开演唱会，别人告诉我的笑话，我把我听的时候，我把我笑的。那演唱会的内容呢，有一部分是唱刘家昌老师的歌。那天我们请到的这个客观这个观众朋友当中啊，刘家昌老师的姐姐亲姐姐来了，对，就坐在他的旁边，我的旁边，然后我们很投缘。对，两个人就在那边讲，哎呀，我弟弟写的歌写的真好啊。那另外一个说，我弟弟唱的歌唱的真好啊。不是，把我笑的。因为两个人坐在一起，因为刘家昌的姐姐也是韩国华侨，对，所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但是很投缘那个感觉。那好投缘之后呢？然后我们就，然后刘家昌的姐姐就在那边一直听，我也在那边一直听。其实啊，我说一句坦白话了，姜育恒做了这么多的演唱会，这个老姐真的是很羞愧了，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她的演唱会。我从来都没有，她常常说姐姐，我们一起去大陆。然后但是呢，我每次想去的时候，店里的那个定位就太多了，根本离不开身。那这一次是因为在台北举办，所以我就去了。那刘家昌姐姐，我就说啊，我听了以后，现场听了我弟弟唱歌之后呢。我说啊，真的唱得好好听啊，尤其是我听他那个小丑的时候，刚开始啊，姜育恒那个小丑这个母带拿给我听的时候，我说我还没听到，说小丑，姜育恒唱这首歌让我真的惊讶。我想因为小丑是那种高亢的那种歌，但是我听了他的小丑之后，我那首歌我是在店里听的，我差一点流眼泪了。感触很深，是，然后他唱的几乎是把他在这个人生的这个路途的岁月的那种经过，唱在他那首歌曲里面。然后呢，他在唱小丑，我就说，唱的真好。我们刘大姐呢就说，我弟弟写的真好。不是，他没有那么，他就说。
唱的真好。哎呀，我弟弟写的歌真好。我弟弟写的歌更好。更好，简直是两个人呢，这就血浓于水呀。对对对对，血浓于水呀，千言万语啊。哎呀，尽在屋檐中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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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好，这个时间呢，这个聊到哪去了？我们老弟的辣椒也接出来，我们也不介绍辣椒怎么切了。好，就切成丝就好了。辣椒的部分已经就绪了。这些呢，我有，你看，眼泪就真的是泪泪汪汪的，真的是泪。哎呀，感触很深。嗯，然后也是辣椒也是蛮成功的。嗯，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我们支持我们姜育恒的这些歌迷们，非常的感激不尽。我们现在是讲吃的东西啊，跟歌曲没什么关系。吃了，我很喜欢吃这个黄瓜。哎，所以说我每次看到黄瓜，我就忍不住啊，多切一点的。我要切一片。其实小的时候家里穷啊，这个黄瓜丢在水里面呢，哎呀，还没有卖到菜，我们黄瓜就偷偷去了。对对对对，都已经把它嗑光了，嗑光了。好，好，哎，这是我们全部的食材。那是我们今天食材的部分。哎，那另外呢，哎，我要开始做海螺哈。哎，处理这个海螺的部分了，我换一个刀。我们这个海螺哈，今天你看肥大。啊，所以呢，不要整条去做，哦，太浪费了。要切片。哎，今天客人来的多，没不要一口就来。对对对，有道理。对，有道理。所以呢，这个把它切片片状来处理。对，切成片状。好。啊。片，但是也不要太薄。对，不用太薄，没有关系，差不多三片。你看它的大的话，就四片这样子来。哎。你开始那边把那个佐料啊，要不要先把它整理出来呢？佐料马上就可以了。好，啊，这个我很快的。姜育恒在这里哈，把我的饭给我打断时哈，因为我每次讲他什么的时候，他的心里总觉得说啊，姐姐又要有那种的啊。不是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个性，不是，或者是我是什么名人啊，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在我的心目中，我不是，我认为了，最起码我有一个这样的弟弟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我觉得是值得了，值得了。哎呀，弹吉他啊，其实啊，他是因为膝盖，读高中的时候，膝盖不好，生病，要开刀了，真的要开刀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是用那个。就是人力的那种拉力车啊，那个叫我们韩国叫尼亚嘎，哎，这个尼亚嘎其实也是日本人，它是外来语，外来语可能有被日本统治过的国家的，对对对，可能对这个名词哈，对对对对，很会说哎有亲和力哈，他那个尼亚嘎我们拉着就那个草包啊，草那时候没有什么席子了，哪有那么好命，草包被它打开来摆在那上面，因为它那上面没有木板呢，都是一个条一个条，你这样摆在上面拉到医院去。说要开刀，那姜育恒呢，很就是他三岁就喜欢唱歌，哎呀，所以呢，他那时候也很希望弹个吉他，哦，自己很对这个很有兴趣。那我们家又没有那么的富裕，但是因为他生病，我爸爸妈妈呢真的很下心，凑了点钱，给他买了一把吉他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个时候你在医院，反正打了个石膏，可是翘在那二当，这就是二当的人翘在那儿，每天在那。啊，发个声音，是不是出来？这吉他是这样子才学来的，哎，对不对？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。哎，但是呢，你资讯错误，哎，不是错，因为那个车是我哥哥买给我的，不是爸爸买给我的。不是那个车是我推你去的，哦，是哥哥买给你的。哎，是是是，来，哥把宝宝真会打，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来，好，现在我们是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因为这个海螺本身哈，它已经有味道了哈，所以说这个待会儿再来酱，对哈。先把那我们这个，因为它是凉拌的哈，蔬菜多一点没有关系哈。哦，好。要不要把这个线对要剥开来，全部都剥开来，变成片了哈。哎，我已经哎，都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都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加一点辣椒酱。辣椒酱。你现在觉得说它是干干的哈，等一下海螺下去就不会。哦。海螺下去就不会了。然后我们加一点辣椒粉，辣椒酱先加进去，辣椒酱先加进去，然后呢，辣椒粉，
蒜泥，辣椒粉一点点就好，就是让它的颜色很鲜艳。蒜泥我们可以多加一点，蒜泥多一点哈，因为它是凉拌的。然后蒜这样子吃，对身体健康也非常的好。好，这是盐，最后再来调。这是糖，哎，一点点糖，加一点就好了哈。然后刚才剩了一点点海螺汁，倒进去。麻油怎么什么放？麻油也是等一下放。好，那我这个先开始拌喽。拌了。待会儿再来把这个放进去。对，为什么要先拌它呢？哈，因为这个菜哈，太就是你刚切的时候，你没有佐料放下去，它觉得没有味道，没有口感。那你先拌一下它，拌过之后呢，我们先尝这个的咸度够了，那就是够了。哦，因为海螺的咸度是刚刚好的。你不要说这个，其实现在这样子。对。哎呦，还蛮好吃。对，很好吃。不行，再留着一点，这样子吃。很好吃啊。很好吃，那你尝一下这个咸度够不够？等一下啊，我先把它拌这样子，每个角每层层任何角落，角落都不放过。对，都要给它拌均匀哈。所以我们是先来拌菜这个部分。你如果是把这个菜跟海螺先一起去拌的话，海螺就把这个咸度啊就吃掉了，吃掉了，所以变成说海螺会咸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们这个处理过程呢，如果你是不是买罐头的海螺的话，你就是一起拌了。啊，对对对，罐头的那个海螺就没有那个咸味道嘛，对，好，我来尝尝看。这个如果配饭的话，它淡；下酒的话，刚刚好。哎，麻油开始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把麻油先放进去哈。好，哎，我就再把麻油再一点，再加油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是人多吃麻油对身体健康很好。哎呦，芝麻。好，你现在把这个海螺放进去。现在才对啊，好。所以拌菜啊，其实你多用一点点心，它的口味哈，对，非常的好。对，不会说有的部分太咸，有的部分太淡。没错。看起来就很爽口的样子，看起来就很爽口。第一不是，这不是看起来，我们江大叔请客这些菜哈，不是就是看起来能吃，真的吃起来也很好吃。好吃，来喽！嚯，冰果凉拌海螺，赞了！凉拌海螺，对，来请客，摆那么一个小。人家说你来请客就给我这么一点点的，我加了一些这些配料之后呢，再下去就好像是满整盘了。对了，原来有这量又多，又好吃。我就记得我一个朋友，演艺界的，请了十个人吃饭，麻辣火锅，叫了两份肉，然后大家尽量吃，不够青菜来。十几个人叫两份肉，对，那我一个人吃都不够，大家就不好意思了。所以我们做菜呀，一定会做的让大家觉得美味可口又好看，有大盘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凉拌海螺，来，凉拌海螺的做法您学会了吗？让我们来整理一下，先把海螺切成一小块，与高丽菜、小黄瓜、青辣椒、红辣椒混合，加入辣椒酱、辣椒粉和蒜泥一起搅拌，再以麻油提味，然后放入螺肉，让螺肉吸取汤汁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粘粘粘粘，哎，来，下酒菜来了，来，干杯！我都不晓得你知道这么多事情，今天谈了一些那么我的，对我都不晓得你觉得有这个弟弟啊。谈了你那么多之后呢，我这每次谈到你，想到妈妈，我的这个，泪水就涌上来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无论如何，我真的会喝酒也好，假的会喝酒也好，来，我真的今天要喝了。我要今天跟你没完没了，哎，不是，来，其实我没有那么爱喝酒，可是我是可以喝一点酒，对，其实我偶尔小酌一下，我是真的不会喝酒。餐厅的我们客人都知道，他说了，大家做这个节目在喝，但是真的不是，只是你姐夫说，如果偶尔有一个那个场地你要喝，不要闹别扭，我说酒很难喝，哎，他说什么，你当马尿喝吗？啊，等一下，来，一片，对。我们一片黄瓜，哎，弄一片高丽菜，再弄一片海螺，这样吃的话比较。哎，然后我要加辣椒。萝卜的那个清脆、清爽，黄萝卜那个。不是，黄瓜的那个清爽，
加上高丽菜的那个清脆，香香的，然后那个加上海螺的那个嚼劲，对，哎呀，我们在对联儿，这个搭配啊，太完美了。非常下酒的凉拌海螺真的是极品 ，QQ 脆脆的螺肉搭配清新爽口的高丽菜及小黄瓜，吃起来是充满了鲜味和香味，实在是非常的棒。凉拌的人这倒不会很辣，就是爽口爽口，有一点甜，因为它有辣椒酱，我们加点糖，有一点点辣，哎，来，老姐今天真是跟你喝了。爱小酌的人，哎，可以就弄这道菜。因为我看到这边的人呢，都拿着那个酒啊，现在瞅着在旁边，瞅在这里啊，是我今天是真的，我就不理他，把它当麻尿来喝了。我今天是真的喝了，现在摄影师全罢工了，睡就睡吧，不管他了。全世界发起的，全世界发起的，对，哎呀呀，我今天是真的喝了，你看，真的喝了，我真的，我喝的都是点到为止。吃的太辣，哎呀，来，来了，吃菜呀。下酒，小点，哎，酒来了，来，哎呀，哎，两瓶就算了，你就给我拿两打。哎，不管他了，不要浪费。哎呀，哎，你姐姐今天真的喝醉了。工作环境多么愉快呀！我已经喝了一杯了，又融洽，哎呀。